呀，美食 cooking show， 欢迎妞妞妞耶 ！Hello hi，I'm Kevin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laire。哇哦，又到了开心组、感谢组的时间喽。嗯。哇，妈咪，昨天初三你睡得饱吗？睡得那么早，今天初四你有什么计划吗？哇，今天精神真的很好。讲到计划，我才说了，去年一整年啊，不是出外景晒太阳啊，要不然就是呢在棚内一直露营啊，吹冷气啦，都没有带我们家出去走走哎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就带小狗去爬山，骑脚踏车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是啊，说到就要做到。可是啊，今天大年初四耶，我们呢还是要给观众朋友来一个不一样的料理，因为你知道一整个过年下来大家都吃得很腻，而且不小心都胖了两三公斤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趁着要开工之前呢，要开始吃清淡的料理。哇，好耶，体内大扫除啊，体内环保，然后做一个大扫除，因为明天初五开工啊，就要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，要吃清清淡淡的。所以哦，今天我们就要用很平常但是很特别的菇类呢来做双味双喜临门。呀，哇，好听耶，双喜临门、啊、一菇两吃。哇、哦、你看，而且我们的双喜呢哪二喜啊，今天哦，其实一般比较容易买到哦，就是红喜美白菇哦，还有红喜菇，嗯，比较灰色的。那今天很特别，我买到的是天喜菇。天喜菇又是哪种？它就是蔬菜的牛肉耶，这个啊，这个我看一下，哎、这个，长得看起来不怎么起眼呢，为什么叫蔬菜中的牛肉？不知道，可能它口感比较，对，还有它口感可能会比较低普林 Q， 嗯，哦，低普林哦，对，那很好，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啊，因为过年啊常吃火锅啊，一直刷一直刷很浓稠的那个汤头啊，所以容易普林过高。对啊，然后这个是什么菇？雪白菇。不是美白菇吗？雪白菇，雪白菇，对，哦，好，可是我今天有分类，我觉得台湾真的很厉害啊、哦。对，光采访菇的那个农场，我们今天采访了两个哈、哦嗯，还没有采访到有一些品种呢。嗯，而且不同的菇类一直在繁殖出来。That's right。那菇其实在吃一个每个礼拜料理里面是必吃一次到两次，非常好。可是通常一盒一盒这样来哈、哦，大小都不一，对，然后它长得大小不一样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呢，我今天要吃不同口感，可是我把大的分出来，你看比较厚实的哈、哦，嗯，放一边哦，好，不要切，切了它水分容易流失。是，好、哦，你看它的梗厚厚的哈、哦，放一边，然后这个哈、哦、一撮一撮的，就刚好一撮一撮，不要把它剥一个一个，它会容易出水、哦、散掉。因为你我们那么健康的食材啊，就是要吃它营养，所以我们干脆啊、哦，比如这样子一撮就一撮，嗯、哦、，OK， 维持它的原形、就是，对，这样就两撮这样子。哦 ，OK， 好、哦，不要把它拔一根一根哦。那真是符合我们过年做菜啊，简单懒人法。对，很因为没有时间，常常那个过年好忙，煮大菜有没有啊？现在要开工了，要去回去上班了，所以做简单的菜，嗯、可是又很健康。你看我今天的菇哈、嗯哦，等一下双菇要有两味，一个是放在那个橘子，这个橘子里面热热放下去，哦、它的香气熏上来，哎，蛮合的，它味道吉利啊、哦！过年呢，干一点爱五，然后新加坡拜年就叫大吉大利。对，所以我们把这个橘子呢，都拿来做成碗，然后里面的肉拿去吃了。对对，然后呢， okay. 另外呢，你可以另外一个味道，另外一味，因为有些小朋友喜欢配饭啊、嗯，所以我有搭配那个绞肉，肉燥。嗯，好，因为过年有时候剩下一些肉燥，有点比较像。打抛肉是有点辣味的，对对对、嗯、所以我今天这个菇里面哈、哦、有会肉燥的就放在南瓜中里面，对，南瓜里面配一点肉燥味好吃，对，然后说桂泥爱有金龟，对，这一整年都金光闪闪，所以这个南瓜你还记得我们去哪里采访这种南瓜？我记得我们去阿里山啦、啊，刚好他们这样很可爱，因为有机的哈、哦嗯，小粒小粒就让你谢谢你、啊、对，我们现在来煮这个南瓜、嗯哦、所以其实很简单、哦、我们只要把那粒南瓜、哦、就是把它这样切它的头、哦、哇，好像我从小要选小粒的，选小粒，可是 要太大粒，要选的重，哇，你看这个很重哎、欸，我刚刚就说我小时候打手球的 size 就这么大，那我们就把它切下来、哦、嗯，你看切下来，然后这个肉挖起来，然后籽挖起来，嗯，好、哦，这个去煮汤 OK， 好，然后我们就下来煮、哦、所以这个南瓜啊要不要煮得太软，所以我们的水分、哦、给它一点点，大概这个锅子、哦、的一公分 OK， 那我等一下滚了、哦、大概半杯水，嗯，滚了等一下小火给它、哦、
大概我今天会按大概六分钟，因为它的肉不是很肥。它的肉哈、哦、大概两公分而已，它的皮看起来蛮薄的。对，所以这个皮要刷干净，可以吃的哦。OK， 很好吃。所以我现在把它盖起来，好、哦，给它大火滚，然后小火，等一下我按六分钟，一定要滚哈、哦。OK， 那我这个橘子哈、哦，其实也蛮容易挖的。这个橘子哈、哦，你就把它切下来。我发现哈、哦，在过年呢，你设计的这道料理里面多了一些什么呢？可以让亲子互动的 DIY， 对，就是小朋友可以哈帮忙你啦，让小朋友来动动手。我觉得过年会人家会睡懒，像昨天初三你一直睡觉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对。再不动一点的话，你就会开始懒散。对。那在上班之前呢，进厨房动动手啊，动动脑，动动嘴啊，这是一个 refresh。对，尤其我发觉过年哈、哦，妈妈们都喜欢有金瓜啦，哦，有橘子啦，那你就用你家里过年剩下的食材，尤其过年买的水果一定有这些东西，对，买来菜一定有瓜果类的东西，你就可以拿来入菜了。那你就把这个肉拿起来，你看这样子哈、哦，有没有？那你再把它刮出来，那它的一点点肉在里面没关系，为什么？等一下我热热的菇放下去，它会上气会上来，汁可以拿来喝还是要拿去煮菇啊？汁啊，不要，因为它有香气出来，就不要太湿。哦、我要炒有点干爽的，就好。这个就把它喝下去了，好吧？我就喝柳橙汁美白一下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煮喽，简单吧？今天这套菜哦会很多时间，所以可以慢慢来。就是要喝一口柳橙汁就很甘甜，因为是你挖的。我们平常哈、哦、要找绞肉有没有？你不要把肥油跟瘦肉放在一起，你买瘦的绞肉，是好的瘦的绞肉，然后呢肥油分开，那这样子炒起来你的绞肉哈一定很好吃，你的肉燥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一般都是把绞肉混在那个瘦肉里面，那常常不知不觉吃到不爱吃肥肉，说啊里面有肥肉感觉很恶心，太油，所以我们先把肥肉拿来干爆，对不对？ 对，这样子你的肉燥不会太油，因为这边全部瘦肉，那只有一点肥油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哈滚了，等一下再转小火，那这边我们来爆这个肉先，可以了，这个热度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先把这个肥油放下来，哦，炒这个绞肉哈、哦，不要给它出水，让它这样子。哇，刚好好像在保养锅子哦。Okay. 把锅底就马上就有出现一点点的油，像我的比例哈、哦，可能十克。很少，有没有？那我们给它爆出油，先给它盖起来，它油出来我们再来爆香。你葱姜蒜给我，那个蒜跟姜末给我。蒜跟姜末。好，那今天我的绞肉哈、哦、有另外加毛豆跟玉米。所以小朋友最喜欢这样的一个便当，很均衡又很健康。对，好，这个差不多了，你看。哎，马上哦，就逼出来油，这有点像在过年做这道料理，皮皮泡泡。你看哦，爆竹声响，你看。OK， 可以了。那我们把蒜末、姜末放下来。接着。因为你瘦肉一下来哈、哦，它有点水分，你蒜末、姜末就爆不香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把那个姜，哎呦，还有蒜。OK， 辣椒等一下。好。OK。小朋友如果不爱吃辣椒，我们可以用甜椒代替吗？辣椒哈，可以用一点彩色椒来代替。OK， 因为甜椒是很健康的一个食物。OK， 这样差不多了。好，有点浅金黄色，你的肉燥就可以了。接着要放肉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这边呢，我放绞肉。OK， 你看这个全部瘦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再把这些移上来，全部瘦瘦的，把它这样放一边。OK， 然后把这个蒜末、姜末移上去。不晓得这一年下来，观众朋友如果常常跟着我们节目看，你会发现柯文老师很注意的，就是说我们爆香好的东西不是混在里面，当你爆香好之后，你把它拨在上面，它的香气是回流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毛豆，我还想说你剩下锅子，然后再来就是我要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省空间的煮法。对，利用它的空间，我们来做其他的炒菜料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玉米可以放上面，在上面。哇，这样好棒哦！在新的一年，祝大家就是很 colorful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给它爆，给它爆炒，因为你的肥油已经逼出油，你的瘦肉炒起来就不会水水了。OK， 好，那用中火给它哈，那我毛豆在旁边给它哈，快熟，等一下再混在一起。那你这些材料给我，红葱头啦，
这些材料补充好。对，好，你看，红葱酥吗？对，然后我这边的，你看这边的这个肉也快熟了，红葱头下来，白胡椒，白胡椒下来，久一些吗？等一下，不要，等一下，然后那个酱油，你看这个毛豆也快熟了，先哪一个？这个先下来，先蚝油，一点点，对，水性的东西不要太好加，是这意思，是。OK， 弟弟，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新希望啊？新的一年啊，就希望可以早点睡觉咯，因为我觉得哈，这个我们的器官十一点就要睡觉，可是我们几乎都三四点才睡觉，有时甚至忙到没睡觉。各位观众听到了我老公许的愿望咯，请大家一起帮你祝福。我觉得哈，我为什么那么肥哦？就是因为哦，晚睡觉代谢慢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代谢慢，然后就吃的很健康，负担少，对不对？尤其哈，最近我接到有些电话，有些人三十五岁就100公斤啊，医生说。那你还好，你差很多嘞。医生说哦，他脊椎撑不了他的重量了，叫他要强迫休息，要瘦身，而且最主要不仅是这样子，还有那个好像同时潜伏性的癌症，对，脑癌跟乳癌，然后又那个。那个因为过重有没有他的重量啊，医生说他已经老退化到快70-80岁的人了，来我们这把它拌过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这个肉燥很香，对不对？真的不出水，真的。然后这个我觉得这道菜可以当便当菜，对，然后这过来这样就好了。 Stand by 我等一下要不要把它倒出来先？好，不然毛豆会过熟。那个九层塔要放了吧？九层塔好，先来拌一下，拌一下就好了。有没有点像打包肉加一点那个健康的那个豆子？哇，辣椒末，辣椒末一点点就好，因为有些小孩子不要，一点点先好。哇，你看马上颜色就不一样了，红红绿绿黄黄的。对啊，哇，镜头有时要照一下菜哈，会很美啊。你看我们的毛豆不是过水烫哦，有没有？很美吧？对，所以我的肉燥不会湿哒哒的，所以够香的。这个哈、哦，有时小朋友喜欢吃。Can I try a little bit first? Can you can try? Of course. 试看看，你看我们的菜啊，组合起来是一个美丽的菜，分开来吃有不同的味道，好不好吃？嗯，好不好吃？嗯，怎样？因为又不肥，我的肉燥哈、哦，那可是 You are right. 有没有？你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为什么呢？在哪里？我本来以为只要肉燥就好了，肉已经很香，一般人都这样。可是呢，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不爱吃蔬菜。可是当我们那个肉味融合了玉米粒跟那个毛豆的时候，你在吃的时候有不同层次的纤维，然后肉不会那么腻，然后纤维又不会感觉涩涩的，好吃。好吃哦。Yeah. 好，那我们这个水珠慢跑就可以了，水珠慢跑，然后我们可以爆香蒜片，蒜片。要记得哈、哦，如果你的蒜片有点湿度哦，先放蒜片，然后再放油，它就不会爆了。OK， 这样子一点点就好了。OK， 好，那给它小火爆香金黄色。OK， 所以这个肉燥其实哈、哦，我如果喜欢像女生喜欢吃素的，就光不同的菇啊，迷迭香的味道，有没有？那如果小朋友喜欢吃有点这个，有没有？你先把那个素的菇拿起来，那小朋友就把那个肉燥去烩那个菇，这样菇就会很好吃。那菇就因为菇呢，它很特别，它是会吸收什么呢？它本身只有纤维，没有什么那个味道。当你把这肉燥味道吸到菇里面的时候呢，那个菇特别好吃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哈、哦、解释很简单，就把它哈、哦、先翻面一下。很多人我觉得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去采访这种菇类，大部分都把这种菇拿去当火锅料。对，可是我都说掉了，很可惜，没那么好吃哎。对，大家都以为放水煮是最健康，可是当你用多水，或你当你的时候，你不懂得借食物其他的甜分来让它入味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那个菇吃起来是没那么香甜的。哇，妈咪，我觉得新的一年你好像老了一岁，好像更聪明了呢。你一定要讲我老了一岁吗？没有，我是说大了一岁啊。对对，你是说我智慧增长了一岁？对对对，你看哦，浅浅金黄色有没有？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吃，蒜片。OK， 蒜片这样也是很好吃，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好、哦，先把它化开，
油不用多，油这样子，因为我今天有加一点 canola 的一个 butter butter。嗯 ，OK， 其实这个蒜哈，嗯，也是很棒的一个食材嘞。像一些什么有大肠癌潜伏症，容易大肠啊便秘的，让吃蒜头。那我全部来炒吧，下锅吧。大的先下，好根。哦，是的。OK， 所以我都分类好了。你现在可以慢慢的，对，然后这些哈、哦，这个大个大的是一个一个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那小的是一撮一撮、哦，小的一撮一撮。对，在有时候在一锅料理里面，很多人不同的口感，这么多不同的菇呢，他为了要同步煮熟，干脆把它切丁。哦、oh, ，no good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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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、yeah, ！你看这样滚滚的，圆滚滚，这样很好。OK。然后我们现在 butter 把这个，所以我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你大的单独来炒，可是小的就一搓一搓嘛，对不对？ OK。然后我这个 butter 现在在下，好、哦，它就不会烧过头了。奶油给它融化四个角落，一边、两边、三边、四边，它等一下会融化进去。哇，这又是新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即便我们是用芥花油提炼的奶油啊，它的燃点是比较低的，因为植物性的奶油它燃点低，好，所以不能高温下去煮。可是刚刚 Kevin 的方法是用一般的油来爆香之后，他把油啊是抹在香菇上面，对不对？对，让它融化下来。哇，你也不简单嘛，过了一年你又增长了一岁。谢谢，我们都老了一岁了。嗯嗯。可是最重要聪明一岁哈、哦、，OK， 好，那我们这个哈、啊、盐巴跟胡椒不用多，嗯 ，OK， 因为这个菇原来就很鲜美，可是记得不能炒到水水的，所以我那么多，你看我的火，所以白酒最后加，白酒最后呛下去，然后迷迭香或者百里香哈、哦，你喜欢吃看哪一个，等一下就戳进去，这我们院子摘下来的真好，你许愿吗？所以家里哈、哦，许愿，新的一年。我太太越来越美，老公越来越帅，健康越来越健康，然后可以早点休息睡觉。这句话你看搓了好香哦！哇，你以为真的许愿吗？我是要煮的健康，你以为这样在许愿吗？这个是有撇布的，对，这样子，哇，特别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有水汽出来了，哇！哇，你看，真的。那我现在。加一点盐巴，盐 ，OK， 然后加一点黑胡椒，然后赶快那个搓下来了，加点黑胡椒，乱一下吧，对 ，OK， 好，白酒呛下去，白酒好，呛一下我就盖起来了，好 ，OK。好，所以你们洗菇要记得哈、哦，冲洗两次，可是不要泡，泡了哈、哦，它海绵组织很会吸水，炒起来就不好吃了。好，我们先把它拿起来，好不好？先把它拿起来，先给你，然后再来慢慢装。好啊，好，我们再来看一次。OK， 很好，可以了。我今天好像洗的功夫有点差，没有水太多了。对，没有关系。OK， 好，可以了。那我们就先把它拿起来。现在很多人不懂，在菇类东西本身含水量高，所以菇的清洗跟一般菜清洗不同的，它不能泡，它是要用过滤水润湿。那你一旦泡太久呢，或者冲水太久啊，那湿度会增加。你看它的菇金黄色下面有没有？嗯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很好。好，我南瓜我来看一下，南瓜六分钟了，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了。我要现在把我来放在那个柳橙碗里面了，趁热的时候放。哎，我要烩一点肉燥。好。啊？你可以烩啊，我那个柳橙碗里面不需要。好，柳橙碗不用。时间到了。时间到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突然怎么有那个？哇哦！你看记者去哪里照相？哇、wow ！看到金瓜就来了。对呀、啊，过年嘛，你看，哎，这样刚好透就好了。对，哎，好漂亮哦，还维持它的颜色。很多人以为南瓜，大部分它用蒸的，可是真的很奇怪哦，它比较会出水变黑。对。可是我们用少水，趁它的水汽产生的蒸汽。你看哦。半。我如果插进去哈、哦，它不能太那个。你知道怎样？对。飞镖吗？不能太透，太透就太软。你要飞镖吗？对对对。确定吗？对对。确定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你看，不能太里面，对，这样子刚好有 Q，
OK， 有过年的游戏之一，对，要不要学？好，好，那我们这样一点菇给我会会那个，我们要放到金瓜里面，让水分给它一些，这样刚好是不是水分给你？好，嗯，好，那剩下给我摆在柳橙里面啦。哦，小朋友最喜欢这样子的啊、哦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这给我装南瓜 ，OK， 刚刚好。如果它太软哦，你拿不起来一个，你看它还很硬，可是它已经透了，很漂亮，哇，真的很漂亮。来，我要把它放在这边，然后装起来，有没有小汤匙？好烫哦！啊，真的啊，它很热哦。啊，好美啊，这个菇。好了吗？你好了吗？我好了，来一个有肉味的是吗？啊？先放进你的对、啊、金瓜里面。我的有肉味的。哇，你看，在新的一年里面，大家运用这种简单的食材，产生不同的组合，就有一个创意的新料理出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多美啊！耶！那把一些毛豆啦、玉米啊放在上面，嗯，很美嘞。妈咪这个创意料理很好，很好。我看一下，哇，好好吃啊！哎，我也做乳丁可以放肉的，也可以啊。嗯 ，Why not？ 你看我的菇，好好吃哦。耶、yeah, yeah ！你看，哇哦！哇塞！哎，赶快嘞，我们要去爬山嘞！哎，对对对，时间今天算得真准，又简单又快速。我们吃完了这么棒的一个双喜临门料理之后呢，我们就要跟我们家的宝贝去爬山喽！别、yeah. 忘了，新的一年吃得健康，也要注重运动和休息。That's right， 我要带这个去野餐喽！